就来访问呢我们第一位抢得头香的民众。大姐，你们几点就来排啊？我们一点半就来了。哇，这么早，那你们为什么会想要来拿这个提灯啊？就只为了这个韩国瑜市长，就是为了韩国瑜而来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其实往年我对这个都没有兴趣，今年第一次来拿这个灯笼。那你看到这个灯笼，你觉得造型怎么样啊？好有喜气哦，而且很漂亮。你看它整个黄色有没有？这是有一点珠光宝气的感觉，有没有？然后整个像这个有没有？有一个沙的形状。一路发，一路发。哇，那你们今天来拿？你们之前都有来拿过吗？往年都没有，只有今年才来，特地来排队。对对对。